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引起太好了。美女她急了，这个饿得前心跳后背了。走，吃饭去。我也饿了，这回你请啊。怎么又是我啊？上次你说你请，吃完你就尿遁了。咱哥俩谁跟谁啊？对不对？但……嗯，哎，最近连那个女助教好像开宝马来着，我喜欢的正骨。你又去霍霍人家了？你不去算了。我去做个吃瓜美男子。美女，在打台球呢。 我在打篮球啊！喂，我妹怼了。那个，要不我们打一局吧？你要输了，我们打一局吧。你要输了就免台费、助教费，是不是？你在我们助教圈啊，臭名昭著。我这个新来的都知道了。完了，滚不下去了。好吧，那打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赖地母飞起。看到那辆车没有？哦。 让我厚二，你输了，这个月有钱你包了。你要是赢了，随你怎么提。嗯，我就想蹭个饭。我的车也要吃饭呀，这很公平。那好吧，我们打球吧。走吧。哎，迪哥，这块手表好炫啊！少欠多怪，这是我在德国上买的，比赛跟牛顿地球联名款碳纤维表。原来是跟我最爱的电影《牛顿地球》联名的腕表，怪不得这么酷。这手表挺贵的吧？不贵，现在德国与活动额就是刚刚授权，很靠谱。评论区可以参与德国首发限时补贴活动，同款能并建议平衡100呢。那就我玩起的，我买了还你。你呀、啊，拿去。 小姐姐的口型是在问候我吗？蒙不进吧？让开！看到没？ 哎，迪哥不妙啊，他有庆凯呀、啊！再看看吧。嗯。哎，停停停！你说浪号二，你该打黑八了。嘿。要不让后一？那怎么行？说好浪号二，我是一个飞八的嘛。自己挖坑自己跳。 机会来了，他还会别的吗？不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不蒙行不行？ 不好意思，运气太好了，这根就不蒙了啊，黑八底带。这，愿赌服输，请我们吃饭吧。嗯，可以呀、啊，跟我来。Later， 你们吃吧，不够啊，我再去买。那个，我一点都不饿，这点给你们。